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 GamePHQ 嘅影炉攻略。咁今集咧就系挑战模式嘅第82关，完成条件咧就要一次连击入边完成13 hit， 同埋有3000以上嘅 AR K 啊。咁其实就唔难嘅呢关，只不过系要中途转一转陷阱咁解嘅啫。咁样咧，其实只要你引到佢食第一嘢，咁大家连到13 hit 佢就死硬噶啦。不过就睇住唔好太重手啦。如果唔系喺你够喺佢死之前，你唔够 ARK 嘅话咧，咁就会失败嘅。但系3000 ARK 应该眯埋眼都完成到嘅。好啦，嚟到呢度先，多谢各位收睇，拜拜。